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大家好，你们，我是中山，我跟阿丽亚娜明天打算去通化夜市，如果你们有推荐的地方的话，请你们告诉我，因为 我很少去那边的夜市，那个101的101新阳河旁边的那个夜市。我朋友说他们的小笼包非常好吃，但是我不太确定，因为我很少去那边吃东西，所以如果你们有推荐的地方的话，请你们告诉我，然后我跟阿丽亚娜一起去那边吃东西。我非常喜欢吃逛街那个逛夜市嘛，因为我上次吃那个花生豆花，宁夏夜市的花生豆花那个影片也是在这里的时候，我非常感动吃他们的那个台湾的小吃，因为日本人的观光客很少吃那边的东西，因为日本的观光客吃的地方都是非常有名的地方，东方那个士林夜市、西门町、丁代峰，当然他们的东西也不错，但是我想吃比较秘密的地方的东西，所以如果你们有推荐的话，请你们告诉我通化夜市的好吃的东西，然后我可以去那边的夜市然后逛街，谢谢你们收看， OK， 拜拜，要记得按